怀上双胞胎的情况并不少见，通常双胞胎出生的时间间隔在一小时以内。然而，近日英国一名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两个宝宝的出生时间却相隔了12天，实在罕见。据英国媒体7月8日报道，32岁的 Vickyren 来自英国曼彻斯特，她怀上了一对龙凤胎。6月8日Vicky 提早分娩，生下了儿子 Presley Bradshaw， 重了1磅8盎司，约1.4斤。医护人员本以为第二个宝宝很快出生，然而 Vicky 的宫缩停止了。Vicky Green 和他的龙凤胎宝宝是12天后，6月20日，医生表示 Vicky 的第二个孩子受到了危及生命的感染，于是对他实施了剖腹产。威北再次分娩，生下了2磅8盎司，约2.3斤的女儿 Paisley Bradshaw， 这也打破了当地的记录。这对双胞胎被认为是英国分娩间隔最长的双胞胎。威北在第一次生产前3周才发现自己怀孕，当时两个宝宝只有26周。她说：“当我或生下一个孩子，而留了一个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，我有点懵了。”Vicky Green 和她的龙凤胎宝宝 Vicky 31岁的丈夫 Darren Bradshaw 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直到第二个宝宝安全出生，我们才放下心来。两个宝宝需要在医院里面待几个月， Vicky 说，他们每天都在成长，他们做得非常好，这对任何一个妈妈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。